随喜功德创造出更好的缘分。人生在世，能关心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就是一件好事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应该只有自己，只有家庭成员，应该还有周边的人。当你有能力，就一定去帮助别人。信华慈善基金会在此也要请你帮忙，留意社会上需要帮忙的贫困朋友，知道他，找到他，请通知我们来协助。生命讲的是轮回，行善是一种增加自己与后代的福报。不管行善的力量或大或小，在天道中都会被记上一笔。我是圣主，让我们一起为社会助力，为需要帮助的朋友点亮一盏良善的灯。信华慈善基金会，急难救助，专业慈善。